这林月娇，无学历嘛无背景，是凭啥物遐尔轻松，就有法度做着一等夫人啊？我即马正想着，阮爸妈搁为着异地的代志，逐天在冤家，啊我嘞，好竟然搁在你家做民主好伊。好啦，我搁较认真拍拼，将来嘛做院长，互你受大家打击，安尼会成。天天，我乃感觉咱已经真久无亲像即马安尼，甜甜蜜蜜做阿婆啊。其实我无一定爱亲像阮妈同款做啥物院长婚礼，我干呐，只要你爱我。天天做我一个人的天天，安尼就够啊！吼，恐敢袂输到是绕口令嘞。天天要天天做香琪一个人的天天，啊，你敢想那个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天天要做香琪永远的天天，来勾勾。好，大哥哥，我当然嘛是你一个人的天天啊。时间差不多，我看啊，咱是卖等伊杜福林，等行李来好啊。啊！阿娇，阿娇，参加殡仪班活动，唔知是安怎一台车，强强为我家冲过来，天宝是为着要救我才会去车弄的。那你天宝即马状况安怎？有严重无？即马等来急救，燕娘拄啊伫咧现场嘛，做紧急处理啊。吴院长嘛伫咧内底，你是免烦恼，我相信会无代志的。吴院长，啊，吴院长是脑神经外科的权威呢，伊在你内面，啊，唔就代表阮天宝的头壳受伤啊？那迄个真是足严重的啊！阿娇啊，如果若真正足严重的，阮是天宝的爸爸妈妈，你绝对袂用甲我瞒一下，好不？哎呀，阿姐，你放心，若有啥物状况，我一定头一个通知恁的吼，别烦恼哈。啊对啦，是讲弄着阮天宝的人，敢有抓到？开车迄个人哦，弄着人走去啊，警察拄才来做笔录。严哥伊讲，餐厅附近的监视器都歹去啊，即马等来调查附近偌大监视器。啊，迄个开车人哪会这么恶劲啊？弄着人醉走，有够可恶！林月娇，拢是你害的，迄台车明明就是要弄你的呢。哈，想撞到你内底的是阮天宝，一定是平常时想过小白，所以才有人要报复你。你嘛唔知是得是着什么人。想怎要牵拖着阮天宝？想怎不是你去内底封路？想怎？想怎？莫安尼啦！你老弟手内恁急急啊！你想怎？我拄则在替你天宝急救时阵啊，我就形容出了，哎，今日火车弄着人是你，是你倒在手术台，我真可能会感觉是你弟弟，我都替你挡刀。你敢知影？我真正就爱你，你对我来讲最重要，我无都失去你。我嘛是，也不过我即马感觉就自责的，毕竟是你天宝代替我倒伫个悲惨的。